大家好，民主进步党第十七届党主席补选即将在2023年1月15日举行。凡是2022年1月15日以前入党，而且正常缴交党费，并且没有受到停权处分的合格党员，都有投票资格。投票当天，请您记得携带身份证到投票通知单中规定的投票地点投票。如果没有收到投票通知单，可以向党籍所在的县市党部询问您的投票地点。提醒大家，投票过程中请勿使用手机相机以及相关摄影器材。1月15日党主席选举，请大家踊跃投下您宝贵的一票，让民进党更民主、更团结、更进步。